相信每个爱美女孩都看过不少的种草视频，尤其是明星们的好物分享，经由艺人们推荐似乎更有说服力。6月1日，某知名护肤品牌指尖 SPA 让美触手可及20周年盛典在上海隆重举行，作为全球品牌代言人杨超越惊喜现身，为该品牌站台助阵。现场超越妹妹身着一袭白色露肩连衣裙，大方露出精致锁骨，搭配飘逸秀发，仿佛自带仙气，仙女本仙没错了。当被问及为何能将皮肤保养如此之好时，超越妹妹笑称那是因为自己还年轻，不过繁忙的工作行程下多多给肌肤补水还是必要的呢。我觉得我相对于我来说，因为可能就是比较年轻，可以这么说吗？对，我比较年轻，所以会相对于说选择产品类会选择相对于来说比较补水的。因为我最近就可能行程什么的会比较多，然后就也有熬夜的情况，所以我会就是最近有，因为也在换季这个季节嘛，然后就有选择用这个 AHC 的 G6 水，然后它就会有一些深层补水的功效。如今超越妹妹在事业上是发展的越来越好，在追梦的路上也曾经遇到过不少的阻碍，已经顺利晋升为前辈的杨超越在采访中也是奉上了自己的追梦心得。追梦的难忘的故事，我觉得就是不管就是面对外界的怎样的议论声，只坚持做自己，找寻自己最想要的。我觉得所有的成功都需要你不懈的努力，才可以将它维持很久，或者就是达到一个你想要的结果。猝不及防的被超越妹妹喂了鸡汤，不过这些可不只是说说而已。一直忙于工作的超越妹妹透露，不管是新歌还是影视剧都已经安排上了呢。接下来可能会团体发布一些团专，还有一些个人单曲之类的作品。对，夏季的时候我可能会有一个极限 S， 就是我们自己的剧。相信不久之后就会和大家见面哦。腾讯娱乐上海报道。